者吴梦伦台北报道直播。目前席卷网络世界，许多人借由直播成为高人气网红，而这些网红通常拥有高颜值及姣好身材，但有人在微博上戳破这些美好的假象。一名爆乳兔女郎空掉美肌后竟成为一位大婶，让粉丝看了十分崩溃。有人在微博上 PO 出多组网红真面目，其中一位女子留住当红空气刘海，穿上爆乳兔女郎装，丰满上围让人眼睛大吃冰淇淋，但关掉美肌后却发现她其实是位有年纪的大婶，不仅脸上的皱纹完全现形，胸部也瞬间缩水，手上的赘肉更是藏也藏不住。另外她也贴出多了网红的灵美肌照，差别之大令人叹为观止，网军们看了直呼我还能相信什么，修图软体绝对是这世纪最伟大的发明。爆乳兔女郎网红引起粉丝注意，翻摄自微博网红一关美肌变大婶，翻摄自微博网红美肌前后差很大，翻摄自微博